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是教师节，同学们有没有给老师准备礼物呢？我有，我有，我们都有礼物。佩奇，你的礼物是什么呀？嘿嘿，保密。同学们，上课喽！林安老师来了。林安老师，祝您节日快乐。林安老师，节日快乐。林安老师，节日快乐。节日快乐。谢谢同学们，老师今天好开心呀。老师，我送你一束花，喜欢吗？哇，好漂亮，我好喜欢啊，谢谢佩奇。老师，老师，我们三个给你带来了水果。老师看，有金桔，香蕉，西柚，草莓，猕猴桃，樱桃，柠檬，菠萝。老师，你喜欢吃水果吗？喜欢啊。谢谢同学们。老师，那我们帮你打扫卫生吧。不用了，孩子们，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就行了。老师，别客气，我帮你扫地。哇，劳动好开心呀。老师，我们帮你擦桌子，擦板凳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打扫卫生啦。哇，要擦得干干净净哦。好了，同学们停下来，今天你们让老师很感动哦。不过老师最最希望的就是你们能好好学习，提高成绩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接下来我们上课吧。好，老师。好，老师。好了，大家跟我念。啊，我，另外还有三道加法，佩奇来回答吧。好的，老师。二加七等于九，三加四等于七，五加一等于六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做对了吗？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